国际赛事上征战过，对，有没有你上场前可以带来胜利的仪式？我有一个就是可以把心情的紧张静下来，就是我在赛前的时候就是会听。像进心训吗？对，你在当兵吗？一直喊说大哭出来啊！对，就这样。哎，这很励志，励志。他全部都窝在厕所门口，然后当加油加油！全部尖叫，就跟 baby 生出来的一样。太夸张！快来娱乐小资料分享影片喽！记得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喽！